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中中村，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村，皈依大摩利欲中村，皈依僧伽注中中村。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26页第一行，令得妙果。这是23品最后一句，很重要啊！请看经文：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啊。前面十方佛藏这一品经很重要，如果没有十方佛的赞叹，众生决定不知道有极乐世界，不知道有阿弥陀佛。所以第17愿诸佛称叹愿善导称48愿有5个真实大愿，诸佛称叹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们没有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关系太大了，因为往生的条件太容易了，是易行难现啊，真是难现。难信为什么这些人相信？佛在经上说的很多，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学过这个法门啊。学了多久呢？无量劫其过去亲近无量诸佛，这个缘很深呐，不是偶然的。多少菩萨、罗汉、天人都不能够接受，我们能够接受，说明我们在过去生中所修集的功德超过他们啊，积功累德，这一生得人生不容易，得人生又遇佛法更难了。
遇佛法还遇到经中法门，那我们比遇经中法门是还更加一层的幸运，我们遇到了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太难得了。这个汇集本二战结束之后才出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老一代的人啊，就是我的师父这一代，有很多人没见到过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当年在台湾绿行法师啊，国民党的一位中将，以后出家了，跟夏莲老学佛，他到台湾带了个五六本这个汇集本带到台湾，送给李老师啊，李老师一生弘扬净土啊，创办台中莲社，台湾才有这个本子。那么这个本子前面有一篇很长的序文，写得非常详细，非常恳切啊，没关系居士写的啊，梅老居士就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啊，李老师学佛就是跟梅老学的，就看到师父写的序文，就在台湾把这个本子翻印，好像印了2000本啊，两次，一次印1000本，数量很少，知道的人也很少啊。我很幸运正在这个时候认识老师啊，亲近老师，跟他老人家学教啊，他把这个本子传给我啊，这个本子里面有他老人家写的注解，每一注啊就注在经本上，是用毛笔写的啊，他在台中讲过一遍啊，那个时候就有人不赞成用这个汇集本，老师恒顺众生，把这个本子收起来了。台中莲社内部流通啊，老师给我本是他老人家注解讲经的注解的本子，我能看得懂他的每注，我看到非常喜欢啊，那个时候就想讲这部经，跟老师报告，老师说不行，你年岁太轻了啊，如果外面有这些议论出来之后，你还挡不住啊，叫我好好的收起来，等到缘成熟的时候再说啊。所以我在台北就改讲《楞严经》啊，这个本子就收回来了。一直到老师往生，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啊，我把这个本子给同学们看，没有一个不欢喜啊。老师往生之后，我印了10000本。
就是老师注解的这个本子，没注本，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当时讲这个经，我估计听众大概也不过就是五六十个人而已，可能只有三四十个人啊，所以知道的人很少啊。大家都喜欢吗？我们在美国就开讲这部经啊，所以我讲《无量寿经》，第一次、第二次都在美国，在加拿大。这样就传开了啊，传到台湾，传到国内，大家都喜欢。所以当时在国外台湾这些地区就讲了十遍啊，遇到黄念老老居士，这个注解是刚刚写出来，未定稿，有印印的，有印现在人听不懂啊，那个时候有印，有印我估计它不会超过一百本，因为一百本的时候那个蜡纸就不能用了，底板就不能用了啊，他带了一套到美国，我们碰头之后他就把这套送给我了，我看了之后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个话什么意思？我说没有版权，我在台湾翻印流通，如果有版权我尊重你啊，我不敢动你。他听了之后哈哈大笑，没有版权，欢迎翻印啊，这我就放心了。所以我们第一次给他翻印，印了一万本，精装一万本，未定稿啊。那现在我们用的这本子他修订过十次啊，这是定稿，补充了一些东西啊，都是现代科学的新发现，他补充进去啊，这成为定本啊。我们从未定稿的时候先后大概也印了五六次啊，这个数量都很可观，难得了，太难得了啊。老居士有智慧，大慈大悲啊，你看他未来有许多人反对批评啊，他用什么方法来注这个经？以经注经。他这个注解里头引用了大乘经论八十三种，祖师大德的著述一百一十种，总共一百九十三种资料啊，所以每一句经文他都说清楚了。你看我们这里看到他的这个双跨湖的，就是他引用的，叫慧疏，日本祖师说的，要解偶业大师说的啊，无量寿经起心论是前清盆济清居士的作品啊，小本是阿弥陀经啊，这论曰啊，这个《无量寿经起心论》，那么没有这个名词说论语的时候，那就是往生论啊，通通注清楚了，不是我说的，佛说的，菩萨说的，祖师大德说的啊，免得人回报，免得人批评。这是他的智慧，这是他的苦心啊，所以这个注解是汇集本，汇集一切经论跟祖师历代祖师大德的著作
字字句句都有根据，都有来历，不是他自己随便说的，这大家没话讲了。啊，要不是这样，自己写出来是，你是个在家居士，你有什么资格来做这个经？回报的人就多了。啊，这是真实智慧，善巧方便。啊，给我们后人做榜样。啊，那我们学习，学习这一部经，等于学习了全部的佛法。啊，因为注解里所引用的教下、贤首、天台、法相、三论，全有，还有禅宗、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啊，这个注释几乎全了。学这一部，等于学一部《华严经》。啊，包罗万象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经太长了，过去这些大德教我们学华严，华严三次翻译，啊，教我们学八十华严、四十华严，当中有一部分重复，去掉重复，一共99卷。啊，这是华严经在今天这个世界留下来唯一算是完整的经卷。啊，梵文的原本没有了，找不到了。啊，这个原因我们在前面也都向诸位报告过。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典型的案例。啊，大乘佛教到中国来，完全翻成中国文言，啊，还浅显的文言，所以佛经比古文好懂。古文写得很深，文字很深，佛经文字没那么深，也可以说是当时借鉴当时的白话文。为什么？便利大家，希望人人都能够看得懂。啊，这是翻译者他们的用心，而且呢，可以流传给后世。啊，千年万世，意思都能看得懂，不会有些有误会，难得了。啊，所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启示，啊，好东西，外国的，值得流通的，流传后世的，都应该要用汉字文言文的书写。因为文言文不受时间限制，几千年前写的现在看得懂，几千年后的人都还看得懂。啊，只要懂文言文，文言文学习，很多同学告诉我不难。啊，懂得这个，这上下三千年通了，往下面去也通了，啊，这得流传于后世的都应该用这种文字做载体。啊，黄老往生了，佛门很大的损失啊。啊，这是在我的一生最后的一位大善之士，通宗通。
崇教，显密圆融。啊，老人在世的时候，我每年都要给至少有3-4次的见面，我到北京去看他，啊，常常亲近他。最后一份遗教就是进修切要保门坛，啊，他是在家里面那个卧房，也就是书房，房间很小，一张床铺，一个书桌，啊，书桌旁边还不是书架，啊，经书堆得很凌乱，这就说明老人很辛苦，没有人替他整理。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是他收集的193种的资料。我看了很惊讶，啊，我说你老人家从哪里找到的？他告诉我，感应，这佛菩萨送来的，不可思议，找都找不到啊，怎么会这么多？啊，那么这个报恩坛就是在他旁边的小藤椅上坐在那儿跟大家讲的，听众也不过就5-6个人。啊，像聊天一样，这种方式很轻松，很自在，有说有笑。啊，那么这个东西有录音录像，可是那个时候的机器跟现在的机器不能比。啊，所以音声影像都不是十分清楚，啊，时间也很长，整理非常不方便，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现在书印出来了，啊，还有一个有声书，啊，就是文字，在字幕上有文字有声音，啊，等于把老人所说的话复讲一遍，因为老人的话是应该是标准的北京话，很多地方人听不懂，啊，他讲得很快，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听懂。做这个有声书的人告诉我们，他自己告诉我说，有些难听的懂得的地方听100多遍，不听懂不敢写下来，啊，一般呢总要听个20-30遍，啊，多的时候这难懂的地方去，难了解的地方都听上100多遍，啊，这个东西完成了，流通日式。报恩坛，它的书名叫《进修捷要报恩坛》，啊。这本书可以把它看成佛学概要，看佛学概论，为什么把整个佛法都说到了，啊，也就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通通都在这里面给我们做最精彩的最简单的最扼要的报告。你看了这一份东西，你对于佛教大概都能够理解了，啊，而且是正确的理解，啊，非常难得，啊，我所接近的同学们我都劝他，啊，今天我们非常非常幸运，啊，这些东西我们上一代的人没见到。
啊，这一代的人有福啊，看到了黄念老居士的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这注解集注啊，注解听到了他的进修解要帮恩他啊，还我们现在又看到了海贤老和尚2013年1月往生，112岁。这一生给我们表法，给我们做榜样，让我们对经宗升起真正的信心，求生净土啊！这三样东西一定要读啊！这三样东西有多大福报，你才能遇到？真难得！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句经文，每一个人只要是遇到一教奉行，没有一个不往生，真的是万修万人学。到极乐世界怎么样的？得不退转，这个不退转是三种不退转全得到了，叫阿惟越智菩萨。啊，在十方诸佛刹土都不容易，极乐世界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这什么人？通常讲化身菩萨才做到啊，不是化身菩萨念不退是做不到的啊，他可以做到位不退，行不退啊，念还是有退啊，极乐世界三种不退转，所以说乃至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成佛，华严经上的妙觉如来。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说，是故能生一念净心，将所有善根制成回向，则随愿皆生啊，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只有两个字：信、愿。啊，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这个信心怎么建立？有善根的人一听他就相信。那善根不足，还是得有善根。善根不足，他有怀疑。啊，有怀疑，这个经、这个注。给我们帮很大很大的帮啊，因为你读的这个经，读的这个注啊，等于读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开始，帮助你断疑生信，它有这个好处啊。这些东西都是现代出现的，近代出现的啊，老一代都没见过啊。这种我俗话说，我们的运气比他们好啊。啊，看到了。啊，来讲我们这个一念净心啊，有心有愿决定的是啊，将所有的善根制成回向，这至诚两个字重要，真诚到基础啊！回向是我不求人间的富贵，我也不求天人的福报，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我们一生成佛到极乐世界去就圆满了
啊，一生真能得到啊，所以说随愿皆生，如会疏所开始，无量寿经会疏是日本的净宗祖师他们的著述啊，日本人对于无量寿经确实下了功夫，留下来的著作20多种，超过中国太多了。中国古大的无量寿经注解只有2种，啊，一种隋朝慧远法师的，啊，跟我们初祖名字完全相同。啊，出祖是在庐山，这个是隋朝的慧远净银寺，就称为净银大师。啊，他的注解流通很广。第二个注解是嘉祥寺，啊，都是唐朝时候，啊，就这2种，以后就没有别人在无量寿经上下功夫，啊，日本20多种，啊，念老写这个注解，日本的这些资料，它有4种，韩国的好像有2种、2-3种，啊，这是国外的法师，那会所里面所说的呢？唯在心一念，不一念多少。这个唯在心一念呢，这个难想，真的太难想象了。这有没有根据呢？有。阿弥陀佛第18愿。啊，这个一念呢，是说临终的一念。啊，临终最后一念是什么？阿弥陀佛。生念一念必定得生啊。啊，这个一句话太难叫人相信。啊，所以18愿在日本。日本有本愿念佛，48愿，他就要一愿，就第18愿，完全就是依着一念建立这个宗派。啊，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这能相信吗？我说，你要读华严就会相信。他说为什么？华严经里的有，一念就是一切念，一切念就是一念，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你就会相信。啊，华严是圆融大经啊。金中之王啊，啊，一解释多，多解释一，一多不二啊。这是讲到究竟处了。一念就是一千年，一千年就是一年。你不懂这个道理，当然有怀疑。啊，有怀疑多念嘛。啊，有时间就念佛。啊，希望佛号在心里头不要间断。啊，心里头只有一念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没有杂念，没有妄念。啊，这也是一念。啊，这样解释大家容易懂，容易明了。啊，所以
他不宜念多少。啊，那念多少呢？还是有好处。啊，信愿呢是往生的条件，有信有愿就决定往生。念佛多少呢？那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的品位高下，好像我读书一样。啊，你要是只有一念往生的，你到那边是小学一年级，可以开始从那念起。如果你念的多，你可以插班。啊，你能插中学班，也能插大学班，都能插班。啊，四徒三辈九品呢、啊？那不是没有啊，有。虽然有啊，它又有个特殊，也叫人难以相信。啊，确实有高低，啊，分别的很严，但是待遇是平等的。啊，这个难以叫人相信，什么待遇？同一个待遇，啊，是用最高等的待遇，阿惟越致，啊，阿惟越致是法身菩萨，法身菩萨等级最高的，是等觉菩萨了，在十地之上啊，等觉上面就成佛了，那换一句话说。到极乐世界，我们就是信这个真信切愿，一念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享受待遇是等觉菩萨的待遇，谁敢相信？谁是等觉菩萨？观音实质等觉菩萨，文殊普贤等觉菩萨。那什么待遇？智慧、神通、道理，啊，都像阿弥陀佛一样，不成佛也成佛了。到极乐世界，可以说你是相似佛，看相貌跟佛没有两样嘛。阿弥陀佛，为神加持的，不是自己修的。得占了这个便宜啊！啊，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你，四十八愿加持你，这到哪里去修？啊，海贤和尚给我们做了个榜样，这个榜样做得好。啊，他活的那么长的时间，不是他的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你。啊，我们在永世纪里看得很清楚，他多次见阿弥陀佛，也多次见极乐世界，所以他给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慧远大师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他一生见到极乐世界四次，啊，没跟人说过。第四次阿弥陀佛来接引，才告诉大家，人家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他老人说跟无量寿经所讲的一样。啊，圆公大师那个时候净土三经一论只有无量寿经翻译出来汉译的，啊，其他的连小本弥陀经都没有翻出来，都是他以后的，他没见到，他只见到汉译的这个无量寿经，只见过这一种。建立净土道场，念佛求生，也就根据一部经，就这一部无量寿经。海贤老和尚为我们作证了，我们相信他不会骗我们，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我们作证，整个的来说，证明净土教
不是假的，是真的。啊，这在佛门里不同宗派里头说，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一生他没有念过一部经，他也没有听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堂课，啊，是个老实人。他的条件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啊，师父怎么教他就认真，师父给他剃了头，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那又告诉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这个明白什么意思？恐怕他自己也不懂，但是他记在心头，明白了，开悟了。啊，开悟了，开悟不能说。为什么？人家瞧不起你，说你是农民出身，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要讲经教义说法的人，人家说你胡说八道，你胡诌的。所以师父，你看师父就知道，啊，知道他将来有成就，啊，我们看到他一生不难看出来，啊，他应该在25岁开始念，日夜不间断的，晚上出睡觉，醒过来佛号也接住，心里真的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念头，这一般人很难，他能做到，他听话，他真干，啊，那么这样的人我们知道历朝历代念佛，无论是在家出家用这种死功夫的人，大概3年都能功夫一笔成片，啊，所谓功夫成片就是清净心现前，啊，确实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到这个功夫，啊，那功夫到这种程度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来找你，或在殿中，或在梦中，啊，你会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告诉你等到你生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等于是受气，啊，你自己会安心，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那有名字了，啊，你会很欢喜，会非常惊奇，不再怀疑了。啊，那么有很多人，这我们心里能想象得到的，遇到这个机会啊，就抓住不放，向阿弥陀佛要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很慈悲，哎，就会答应，告诉你，好吧，一个星期我来接引，啊，3天我来接引，真的，他就去了，啊，那不是短命，那是他有寿命不要了，啊，这很聪明的人，啊，那么还有一等人呢，知道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修行一天，有人说嘛，可以抵得极乐世界100年，这就快，这是大起大落，啊，堕落的也快，啊，起也快，啊，这是一个机缘，啊，那你要经得起考验，啊，这一边也是有好处，这一边的恶缘多啊，
障碍多，这就是来考你啊，过天天考试啊，啊，考不过的时候你就堕落了啊，所以它快，提升的快啊，极乐世界一切都顺利啊，你的贪嗔痴慢起不来啊，都被阿弥陀佛加持佛力给他扶住了，慢慢在极乐世界断掉啊，没有经过考试慢慢断掉啊，所以这里也不是不好，要真正经得起考验，顺心没有贪念啊，逆境恶人不起嗔恚，真正是让自己在这个境界里头修成清净平等觉，所以他成功快啊，十几年当中就提升得很高啊，如果平等心现前，平等说呢，不计较了，不分别了，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啊，没有男女的分别，没有好丑的分别，没有高下的分别，没有我人的分别，生方便有余土啊，在极乐世界是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你看几年就提上去了啊，再向上提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只要修成初住啊，佛法净宗讲礼仪心不乱啊，礼仪心不动是六根在六尘上，眼见色，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如如不动啊，明了啊，不是麻木不仁，样样都明了，样样都清楚，心里头不起一个念头，就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别的念头，上上等功夫，生十报土，叫礼业先不乱啊，所以念佛功夫的前身是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啊，那我们是不是有心去求呢？有心去求，求不到，这不能有心，你就得到了，自然得到啊。所以有一等人啊，他等临命终时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品位啊，这是一种人，一类的人啊。那么老和尚海贤老和尚的师父给他说这句话意思很深啊，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智慧神通得到了，有时候现了现啊，还没有让人知道，人家还没想到啊，偶尔露一点点啊，那个露也是不得已而露，帮助大家度过这个难关啊。老和尚住在那里那么多年，当地人都说风调雨顺，没有灾难。那老和尚走了，那个地方有灾有难了，所以居民就怨老和尚这些学生，你们没有修行，让老和尚在，我们真的不少灾，你们没有修行啊，带来灾难啊，这些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相信老和尚25岁前后左右得功夫真品，30岁得四义心不乱，顶多40岁
则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他什么都知道。啊，老和尚的谈话当中曾经漏过一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啊，这一句话不能随便讲，随便讲叫大妄语，大妄语的果报是无间地狱。啊，这就透出这一点，懂得的人，内行的人知道，啊，外行人就找不到。那么由此可知，四十以后能够活到这么长的寿命，啊，112岁，全是阿弥陀佛加持的。所以佛多次，他要求多次要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榜样，特别是给净宗同学念佛求往生的人做一个好样子。所以他的寿命是延长的，是表法的，这些我们要一定要知道。表得真好啊，应该我们能够推想得到，阿弥陀佛一定告诉他，因为他要求次数太多了，什么时候我来接引你了，你能够遇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遇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所以他天天盼望着有这本书来。那我们想象的老和尚的信徒很多，常常带东西送吃的东西给他，不会带书给他，那他不认识字啊，一生没有看过一部经，所以不可能带书本给他的啊。那么在2013年1月，就有一个人真的带了一本书，所以老和尚一看这个徒弟来了，带了一本书就问他这什么书，他一说这书名，老和尚非常欢喜，好像得到宝贝似的，马上回去把他最心爱的海琴啊，大袍穿上，披出啊，这是大意，告诉大家，他拿的这本书，请大家给他照相。啊，那这个举动，他的信徒、他的徒弟告诉我们，老和尚一生没有过。啊，都是人家请他照相，他不会拒绝，主动要求照相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啊，你看拿到这本书之后照了相，第3天就走了，晚上走的，白天还干一天工，在菜园里头整地拔草啊，浇水干了一天啊，晚上走了，没人知道啊，这给我们做好榜样啊。啊，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讲什么呢？就是为我们辨别说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的，不是假的。反对汇集，说汇集是不如法的，他引经据典，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汇集这桩事情不是从
夏老开始的。佛经到中国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本出现。那个时候不叫汇集，叫合经，两种三种合在一起叫合经。合经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汇集本啊，给我们证明说的引经据典，举出许许多多证据，就没话说了啊。现在大家不谈了，老和尚这样也给大家所证明啊。我们看到老和尚一生行医，深深体会到应该怎么修，一句佛号万缘放下啊，在这个世间一切随喜，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菩萨说的，老和尚做到家了，真做到了，做好样子给我们看啊！一生得大自在啊，真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没有听说老和尚一生生过烦恼的啊，批评过什么人没有啊，见到别人过失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口上啊，见到人的好处啊赞扬啊，劝人向他学习，点点滴滴都值得我们学习。那么下面要解偶耶大师的阿弥陀经的注解，这里面说若信愿坚固，临终生念一念一觉往生啊，也决定得生。这个里头偶耶大师讲的生念一念，生念是经上说的，一念是偶耶大师说的啊。这个一念偶耶大师在净宗祖师大德当中，大家赞叹到啊，他的这个要解写得太好了。印光大师说，即使古佛再来替弥陀经写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种赞叹就等于他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自己来解释的啊。我早年住在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有一位讲经的法师，啊，我们也常常在一起聊天，也算是好朋友。他是我们老前辈，他大我十岁。那问我这句话，印祖这个话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我告诉他，印祖说的恰到好处，没有过分。我们要相信啊，啊，有信有愿，最后临终一句是阿弥陀佛，这个人决定的是啊，何况平常多年
念佛功德还得了吗？下面说，若无心愿，那对于极乐世界有怀疑，信心不足，纵加名号持之，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如铜墙铁壁相似，也无得生之理。没有信，信有怀疑，愿不踏实，那佛号念得再多也不能往生。佛号是管往生品位高下的，往生条件是信愿，你没有心没有愿，你不能往生。啊，那个佛号虽然是没有白念，只能算是来世的善根，这也是不能结果。这个道理要懂啊。中日两国大德，欧益大师中国宿舍啊，慧疏是日本祖师说的，在中日两国的大德啊，万里同风，想法、看法、说法都相同啊，同一心愿为往生之主因，皆是人天眼目。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接受。啊，又弥陀苏超一人，莲池大师的明朝末年人，啊，也是净土宗的祖师。啊，苏超里头说：“但有愿者，无一不生。”方知愿力如是广大了，言可不信，言可不愿。莲池大师劝我们，这都是佛教里了不起的大德。那莲池欧耶那个时候，欧耶大师晚一辈，他学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啊，驻足在世啊，他依靠莲池大师的住宿，就今天我们看到莲池大师全集，做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像孟子跟孔子的关系。啊，孟子是孔夫子的私塾弟子，就是说孟子那个时候孔老夫子过世了，但是住宿在啊，他学他的著作，有疑问的时候向夫子的弟子们请教啊，弟子们那个时候还有不少在世的啊，孟子所遇到的啊，四书弟子在中国孟子是第一个人啊，佛门里面做四书弟子欧耶大师也是第一人啊，非常难得。他这里的话啊，莲池大师的话，方知愿力如是广大，有愿决定有信，有信不一定有愿，有愿一定有信。啊，所以说愿力
心就包括在其中了，包括在这个力量大了，这个力量能感应的阿弥陀佛来接引啊，莲池跟藕益大师这两位大德啊，藕益是出生在明朝，往生那时候是清朝啊，这两个人是净宗的传人。那个时代，禅风特盛，净宗衰没了，所以莲池大师的疏钞完全是用《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这个架势出现了啊，里面说用《华严经》来注解《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提升到华严，跟华严平等，让净土宗兴旺起来。这功德不可思议啊，苏超的内容太丰富了。一开头舍门开启，跟华严一样，讲十玄门，华严有十玄，阿弥陀经也有十玄啊，肯定阿弥陀经就是华严经的浓缩，所以以后到清朝这些大德都赞叹啊，无量寿经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小本华严，又说华严是大经，无量寿经是中本经，阿弥陀经是小本经。说得好啊，一点都没说错啊！啊，世尊末法九千年，这九千年，我们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啊，末法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啊，今年好像是43年吧，啊，才可以查到43还是44年，啊，往后就还有8000，还有这个佛的法运呢，末法是10000年，还有8000多年呢。将近9000年了，这些众生全都依靠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得度。啊，不是这个法门，那叫断烦恼真菩提，烦恼断不掉啊。过去行啊，现在高科技的发展带给你的烦恼，你没有办法断掉，那只好找一个可以不断烦恼能成就的，那只有净宗心愿持名这个法门。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因为入佛门是从经教入门啊，对经教特别欢喜啊，这方东美先生介绍的，我跟他学哲学，他介绍我佛经哲学，佛经哲学
《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从这入门的，学佛之后，正式皈依之后，禅云法师劝我修净土。那一年我30岁，李老师劝我修净土，这都30多岁的事情，我都没有接受。不反对了，以前是反对，不反对，但是我不肯修学这个法门，还是搞大乘经，讲华严，讲法华，讲楞严，讲这些大经大论，在华严经，善财童子53禅，我就豁然想到，我们年轻人最佩服的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德行，我们非常仰慕。在40华严39卷里面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感到非常惊讶。读到这个经文就汗毛直竖，这才认真反省，回过头来想一想，那个法门断烦恼不容易，断不了啊，还是这个法门正确。特别感谢李老师，感谢禅云法师，这两位大德都往生了，都过世。所以说信多难，信愿行太难了，有心有愿保证我是。念佛多少没关系，但是用念佛的方法除烦恼，这个重要。往生之后，下下品往生，谁说的？莲池大师说的，藕益大师说的。有人问他，你老人家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呀，你就满足了？他们两个答：凡圣同居处，下下品，我就满足了。好啊，何必去争名位？争名位还是一个妄念呢，还没有断清楚啊，那是障碍，品位的障碍，统统放下，品位也放下了。极乐世界什么世界？平等世界。这个好，不去竞争，这个世界从小就学竞争，怎么要把这个习气除掉？要一生做到与人不对立，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有缘遇到的事情是好事，利益众生的去做，全心全力去做；没有缘，不去攀缘，不要去找，这就对了。一生，我们相信佛菩萨安排，包括寿命也是佛菩萨安排。我的寿命我很清楚，45岁。佛菩萨安排到今年，你看又加了一倍。
啊，还不走。不是我不想走，我天天都想走。啊，《无量寿经》念熟了，你就晓得极乐世界太好了，超乎我自己想象之外呀！这个地方怎么能不去？啊，海鲜老和尚等了92年，佛来接引他。啊，我现在天天也在等，啊，等佛来接引。所以愿力里头包含清净信心啊，要相信，要发愿，修净业者于本经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后面就念到了三倍往生，往生真因里头有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菩提心是什么心？在这个法门里面讲，就是真心、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为什么？你做佛去了。那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的亲近阿弥陀佛。专念是清净阿弥陀佛，我们也修莲池，也修偶业，凡圣徒下下品往生就满足了。我到极乐世界，从小学一年级读起，好啊，扎根扎得牢啊！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没有生老病死，你说这个多好啊！一向专念，与小本信愿持名，这信愿持名四个字，偶业大师的要解里说的，是因刻骨铭心，不可沾惑啊！这是念老劝我们要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要解里头信愿持名，不能丢失，念念提起，这句佛号一句接着一句，这就是功德圆满，决定生西方啊，尤其是不可沾惑，惑是忘掉了，疏忽了，沾是暂时。这是我们用功的地方，不可沾惑。啊，沾惑的人很多啊，常常念着念着忘掉了，啊，想起来接着再念。不要让它中断，这是功夫啊！办什么事情都不妨碍啊！需要用思考的可以暂断暂停啊！工作做完了之后，一切放下，佛号提起了，这就对了啊！像海鲜老和尚，他的工作是种地。啊，种地是劳动身体，啊，不需要思考。他的佛号在工作当中不断，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底下这一段引用的是《无量寿经起信论》。这是一个注解，《无量寿经》注解。
乾隆年间，彭居士在彭二林、彭继庆啊，他的著作啊，这个人佛门在家大德，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也是个才子。啊，以童子的身份考取了进士。童子的意思，没有超过20岁。啊，18、19岁考中进士的才子，一生没做官。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所以他也算是高干子弟。啊，家里富有，所以一生不要他赚钱。啊，他也不想干事情，也没有做官。啊，跟儒释道的缘很深，天天跟这些人，啊，儒释道三家这些长老们混在一起，所以他儒释道都通，而且有很深的造诣。啊，这个《无量寿经起心论》就是他对《无量寿经》的注解。啊，那么经呢，是用康僧铠的翻译本。啊，为一本康僧铠的本，但是他把康僧铠本子揭露了。啊，他做了个揭本。啊，这也在九种本子里面的一种。啊，揭本，它不是会集。啊，是揭本。哎，揭得很好，读起来很顺口。啊，让人很喜欢。那么他又把它做个注解。就叫起心论，这里都说，就是也一名，也说明一念与智心回向之止。啊，说明一念智心回向，啊，他们的宗旨是什么？论语，下面是论语的问：一念智心回向，即得往生。这经文。行者诚能一念心入，行者是修行人，学这个法门的人，诚能是真正能啊，能说一念心入啊，一念不杂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怀疑，真相信，真法愿叫信入，就是何须更论种种功勋，那就不必去计较了。啊，功勋都是说一般的，啊，我们要广积功德，啊，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不需要了，不要有这种念头了。啊，老老实实，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他的师父教他一直念下去就可以了，就成功了。啊，那一定要对老实人，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记住，尤其是年轻人，老实听话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老实不肯干，这不行。啊，老实不听话也不行。啊，一定要具足老实听话真干，他才会有成就。啊，要不然
他的一生就空过了。底下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流浪生死，唯此一念，更无二念。一切众生，包括九法界，流浪生死就是轮回，六道轮回，出不了，生生世世都在六道里头打滚。唯此一念，这一念是什么？一念错了，这一念里头没有心愿痴名，这就错了。这一念里面要具足心愿痴名，他就脱离六道轮回，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致菩萨。在我们这个本子，阿惟越致菩萨是四十八愿第二十愿，那我们接着看下文，乃至法真归元，成等正觉，唯此一念，亦无二念。这是讲菩萨修行，发的是真，真什么？真心、自信啊！所以真正学佛。真正想不再干轮回了，我这一生决定到极乐世界去。我常劝同学要从现在起用真心，不能用妄心。真心是什么？至诚心，真诚到基础。诚是什么？大学里面的解释得很好，什么叫诚？无自欺也，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这就是诚啊！能不自欺，自然就不会欺骗别人，也真，一切真的。为什么？我不想再搞轮回了。啊，你喜不喜欢这个六道轮回？喜不喜欢现在这个世界？你要是不喜欢，那你就用真心。为什么？这个世界是妄念造成的。啊，真心跟这个真是一副对症的，对症下药。啊，就是用真心，就是老实。啊，老老实实做人，欺负也没关系，也无所谓。啊，海贤老和尚所表现的，我们要学。啊，别人打他骂他，羞辱他，啊，责备他，他老人家一笑了之，没放在心上。业障就消掉了啊！等大家搞清楚了，哎呀，原来过去是冤枉他，对不起他啊，他没有计较，一笑了之。啊，没有得失啊，念念想着这种苦难众生，如何帮助苦难众生。
啊，我们提倡汉学。啊，劝人学汉学，目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认知，汉学是一切众生利苦得乐的根源。只要这个东西兴旺起来，这个地球上众生可以利苦得乐。为什么？汉学里头有真实智慧，是真实的正能量。啊，人只要有智慧，就能够解脱。啊，这是几千年来，啊，至少我们历史记载的3000年，啊，5000年，5000年是从伏羲时开始说的。如果从皇帝，啊，文明的迹象已经很鲜明了，啊，3000年，古圣先贤。这老祖宗把他们真实智慧，啊，他们的理念方法传给后世，啊，写成文字保留在今天，啊，我们感谢乾清乾隆皇帝做了一次整理，啊，编成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啊，让它不会再散失了。啊，这部书现在存在，没人去念它了。那我们迫切需要是要找能够会念的人，会讲的人，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再写成白话文。白话文是普及，啊，只要这个东西根在，啊，学文言文的世世代代都有这些人，他们来负这个责任。写成白话文可以传200年，200年之后又要重写。为什么？那个白话文现在人看不懂了，当时人看不懂，啊，所以又要重翻。啊，那审视就大家一起学文言，那就审视了。啊，似乎原书人人看得懂，这个就好了。啊，所以中国三代就讲究，就推广书同文，车同轨。啊，这是什么？这是文化统一啊！啊，夏商周政治没有统一，政治统一是秦始皇。啊，政治统一。啊，前面都是文化统一，夏商周是个代表啊，1800年，啊，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啊，这三个时代，1800年，文化统一，啊，言语，现在我们叫方言。那个时候是每一个国家的国语。你看周朝的时候，在历史记载，800诸侯，中国这一个地区800个小国，每一个国都有它的语言，
哎，没有文字，文字统一了。像现在欧洲，欧洲为什么不能统一？是因为他每个国家有文字，他统不起来。啊，他要没有文字的话，会统一。啊，他就说有文字。啊，文字什么？通通都是拼音的。啊，所以都不是最好的载体。啊，最好的载体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一家。啊，这一家就是汉字文言文。欧洲的汉学家告诉我们，全世界将来统一，像中国夏商周那样的统一。为什么？避免国际之间的战争。啊，国际战争永远不会爆发。啊，他们想的很有道理。啊，1800年做出的榜样，这个我们要吸取。啊，是一桩好事情。啊，用什么方法呢？还是用汉字文言文。啊，今天我听到我们同学的报告。啊，他们现在学习汉字。啊，徐盛的《说文解字》，这9000多个字，他们学的进度很快。啊，告诉我，一天至少少的可以学50个字，多的可以学200多个字。那一天200，10天就2000。啊，所以很容易呀、啊！啊，就是1天50个字吧，啊，10天就500，100天就5000，啊，不需要1年，这根就扎下去了，啊，不是个难事情，啊，我从前的想法还是希望是幼稚园、幼儿园，从3岁开始，啊，到5岁，啊，3、4、5岁3年，把文字学，这9000多个字都能认识，都会背，都会写，小孩让他学写字，啊，会写，认识，啊，能读，那个根好啊，根深蒂固啊，要知道啊。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末年，小孩从小都是这样学法，所以他那个社会很容易就安定了，啊，就和谐了，啊，社会风气良好，根深蒂固，民国疏忽了，啊，钱穆先生。过去在韩国有一篇讲演，谈到教育问题，中国教育最大的缺失是学西方的，这是民国干的事情。民国以前没有向西方学习，教育方向西方学习，造成今天社会动乱，甚至连中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不敢承认。都不愿意接受。你说老祖宗要知道这个现象，我相信都流眼泪了。啊，我们不能不努力。啊，让大家都醒悟过来，都就都干了，我们就可以不干了。我们老实念佛了。啊，到极乐世界去，这个好。啊，所以幕后啊，引用《大智度论》，这是三论宗必修的课程，《大智度论》的书，行般若波罗蜜多。
一念能速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微尘。这是《大智度论》里面一段论文，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行般若波罗蜜者，这是大乘菩萨。啊，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学，要从他一生教学的人，这是大学课程。啊，阿含是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啊，释迦牟尼佛的阿含小学讲了12年，啊，中学讲方等8年，20年，加起来20年，那20年是扎根教育。然后讲般若，般若是的主要讲的智慧呀，大乘菩萨主修的，讲了多久啊？22年。你看一生讲经49年，般若这一个佛这一个阶段就是占了22年，几乎是一半。后面8年那是研究所。讲法华，讲成佛的法华，把菩萨再提升成佛了，啊，都拿到博士学位了，啊，这释迦牟尼佛一生，他是教育家，他办的是学校，啊，但是没有校址，啊，他的学校是游牧民族一样。啊，不定在什么地方。啊，不要学学校的校址，我们现在能体会，避免很多麻烦。啊，让每一个学生一心专注，啊，万缘放下，心地里面。真的都能修成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啊！佛做到了啊！所以这些大乘菩萨，你看他的能、智慧、一念这一念有多大的能量呢？能速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微尘，就他能够速速知道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区。我们这个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他的教区啊，数目字是什么呢？是这个这一切山啊，大千世界这一切山，山是微尘聚的啊，是微尘堆起来成山。到底有多少微尘，他知道，一念之间他就知道。用这个来说明一念的能量啊，那实际上讲的时候还不止啊，这是一尊佛的教区，应当是什么？应当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啊，就是遍法界虚空界有多少微尘，他一念都知道。我们学佛学什么？要学这一念呢、啊？
这是什么？本能啊，佛有的我们全有啊，不要羡慕他，我们全有，只是他已经开发出来了，我们像讲矿一样还没开发，我们有啊，只要把这些障碍除掉了，放下了，自信的本能就现前，像慧能大师一样啊。你看到开悟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这个一念是无量德能里头的一种，你就可想啊，在佛的果位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是一个大千世界，是遍法界虚空界。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一念之力不可思议。如是念佛，即念是佛。如是念佛，那个念头就是佛。妙啊，念头就是佛。真的吗？真的。为什么？佛从念生的，你不念哪来的佛啊？常寂光里面什么都没有，念什么现什么，念佛他就现佛，念菩萨就现菩萨。这叫常寂光。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跟佛本来就是通的啊，像现在电网一样互通的啊，这个电网可大了，世间没有东西能跟它相比啊，因为它一念是全宇宙，一念多长的时间，这个要搞清楚，不能含糊啊。现在我们讲的一念，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对话，啊，给我们讲的一念，凡夫起心动念，动了一个念头了，佛就问弥勒，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念？微细的念头有多少？聚集在一块，我们能感觉到；分散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啊，弥勒菩萨说：“这一弹指，啊，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呢？32亿8000年，一弹指啊！啊，单位是百千，32亿乘100000，100000是10万。”乘出来之后的数字是320兆，这个念头啊，太速度太快了，我们没办法感觉到啊，一念就是一个画面啊。那我们一秒钟，现在科学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次，多少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年轻体力很壮啊，动作很快，他能弹7次。那32亿再乘7啊，32亿8000年再乘7，就是320兆啊，数字记得是这个数字啊。
这个地方三十二亿八千年是三百二十兆，在成其2240兆一秒钟，2240兆这样高的频率，我们没感觉。这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跟佛讲的一样，说明佛经不可思议。佛怎么会知道？佛是从定功大定里面所见到的，他一眼就看到了，就是一念。你看看一念呢，是讲的这个一念啊，一秒钟2240兆分之一秒，那叫一念。那一念的时候，你对于释迦牟尼佛3000大千世界这么多星球里面所有的山，那个连成微尘多少，你全知道。这么大的能量啊！这一念之力了，能量不可思议。说如是念佛，即念是佛，念就是佛，这个我们完全能接受，没有怀疑了。为什么呢？相由心生，心就是念头。我念佛，佛就现前。念什么现什么。真的是非内非外，无复无脱，尽山河大地，十方虚空，无一界子许，不是无量寿佛现身说法处。那佛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佛都没离开。也就说明我们的自信起用没离开，我们念头想什么，外面境界变什么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如果没有什么灾难发生，科学家的成就肯定会把念头这个问题答案找出来现在是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念头是什么没搞清楚物质是从念头生的，是念头产生的幻象，完全是假的，跟般若经说的一样，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在我们面前频率太快了，我们的电视一秒钟100次的生命，那我们自信起的这个作用一秒钟是2240兆次的生命，我们怎么会知道？所以底下的结论说，尽山河大地，十方虚空，无一界自许，不是无量寿佛现身说法处，乃至立即立非，顿入如来大光明藏。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一点都不假了，这个才是真的科学家做不到但是他能够在仪器里面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知道念力的能量太大了，无法想象那么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善念，不要妄念。善念第一个，身心健康。什么样的病痛，念头都能治好，不要靠外推进。只要好的念头，没有一念不善
你的身心自然健康，这一点重要啊。那我们大家的念头都善，我们这个地区没灾难啊，个别地区有灾难，各个几十公里有灾难，这个地区也不会有灾难。谁主宰宇宙？谁主宰一切法念头？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佛说的真话了，不欺骗我们了。那么如来大光明藏就是法身，在那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都在其中啊，没有丝毫感觉啊。我们这些见的这些相，见色闻声，是大光明藏所现，阿赖耶识所变啊。阿赖耶识把这个境界相扭曲了啊！如果我们不用妄心，用真心，那就是自心所现的，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就看到了啊！自心所现啊，扭不过来是阿赖耶识所变。心现识变啊，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唯心所现是一真法界，唯识所变是十法界，是六道轮回。这真相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搞清楚搞明白，相信信愿就真了，不再一点怀疑没有了，跟极乐世界就通了，信息先通。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